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时代少年团，有请。由队长马嘉祺、丁程鑫、宋亚轩、刘耀文、张真源、严浩翔、贺峻霖七人组成组合的账号呢，在微博平台拥有了近1200万的粉丝，相关的超话阅读量达到了665.1亿啊！欢迎少年们，祝各位新春快乐。那今天呢，耀文也因为行程原因没有来到这里，也要隔着屏幕祝他新春快乐。来，有请有请，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。来，来，这都是我们一个心愿，想要完成的愿望。对，而且很开心的是，乌托邦少年解锁成功了，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吗？好，乌托邦少年其实就是我们一群心怀梦想的人，然后冲着一个目标努力前进，然后构筑一个想象的理想的世界嘛。对，然后第二张实体专辑也马上要发了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要稍微的为难一下你们，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歌？这时候我们歌迷朋友肯定弹幕上狂刷。我呢最喜欢柏油戒，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热血，是少年敢冲敢做的劲儿。还有人要补充吗？每个人都有。好，我们轮流来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理想之徒这首歌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表演了一次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首歌。好，下一位。我比较喜欢有你的季节吧，因为这算是我们送给粉丝朋友们的一首歌，哎，一首礼物，比较意义。对，继续。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团的《无尽的冒险》，因为这首歌我们也表演了很多次了，然后也是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吧。我喜欢那个《哭泣的游戏》，因为那个主题还蛮有意义的，我觉得。对，是的。我比较喜欢我们之前发的《绝配》，因为它是在夏天发的歌，所以而且旋律也很欢快，我觉得让人听起来会非常开心。谢谢谢谢，也希望你们的蓝图越来越宽广，希望今天晚上有好的感受。好，再拍张照好吗？谢谢。嗯，来，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你们。谢谢，请入席，欢迎少年们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哇，接下来是